本期讲解一个视频号超火爆赛道体育跳水赛道无脑操作小白轻松上万啊、轻松上手月入过万的上一个项目。视频号灵魂群体中年人偏多，而且中年人特别喜欢体育类的节目，往往能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从而影响这个停留互动点击转化赚取分成。上面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帮我们增加这个分成收益啊。视频号是3年前的抖音新内容疯狂增长啊，流量也给的特别足。方法不对的话也不能也赚不了钱，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最好的这一个赛道啊，黄金期的赛道。课程包括项目介绍、项目准备、实操演示以及变现方式都详细的讲解。这是每天的这个单号的收入啊，1000几百块钱、3400块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啊，四节视频课还有这个工具连接啊，需要的两些工具全部都有提供。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再来同学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比如说这一个体育跳水赛道，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